昨天，有网友微博爆料称，大量女学生通过借贷宝借钱，因出借方怕不还钱而要求并胁迫女学生留下的视频和照片。微博称，借款的女子大部分出生于1993年到1997年，也有个别是1981年、1982年出生的。记者查询借贷宝官网发现，该网站是由九鼎集团打造的互联网社交金融平台，公司核心团队皆来自国内外知名金融机构、法律机构以及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知名互联网公司。借贷宝官网还介绍称，无需审批审核，熟人借贷，借钱者需实名，出借者化名。借贷宝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借钱女孩裸照外泄是借钱人和出借人私下交易时的一个情况，借贷宝平台不会参与该借贷情况。